楼市多重利好，你会选择买房吗？最近呢，广州、深圳、上海、北京等25个省市啊，都执行了认房不认贷，多地的首套房利率下限突破 LPR， 首付比例也在下降。为了拯救房地产，这大招是越来越多了。那之前的楼市是什么样的呢？可以说非常惨淡。一到七月份呢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同比下降 8.5%， 这说明投资少了。一到七月份的销售面积呢，同比下降了 6.5%， 这说明买的人少了。而如今利好房地产的政策呢，是不断出台，看得出来呀，上面是要出手来拯救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和市场了。那已经买的房的能够降低利率，每个月呢房贷少还一点，还没买房的刚需们现在呢也能够趁着各种补贴和低利率下手。但是即使有这么多的利好政策，从心动到行动之间呢，还是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。毕竟选择买房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真的需要勇气和底气。尤其是我们这一辈中青年，为了买房过上想要的生活，那一定要有稳定的工作。职场高压之下，不想被解雇，那就只能够加班加点做业绩，吃饭呢也是点外卖对付一口，和客户应酬，红的白的混着来，就为了打好关系。然后第二天上班呢，也经常的不在状态。长期下来呀，对身体尤其是肝的负担就很大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很需要给身体额外补充营养，为肝补足底气。像这个建安市功能性护肝片，就有水飞剂、葛根、丹参、五味子四重草本复配。就里面的水飞剂丁呢，它是经过七重工艺精粹出来的核心护肝成分，每100克就含水飞剂丁高达2000毫克，而且它还是获得了蓝帽子标志的功能性护肝片，还明确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写在包装上。每点研发实力啊都不敢做。建安市为我们的肝补足底气，而利好房地产的政策越来越多，则可以给予我们勇气。所以未来买房的选择题呢，不再是能不能，而是想不想了。谢了不了吗？好了，我是简佳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大道理。